天来一个很神奇、很准的测验哦！看，这是一张黑白的插画。接下来，请盯着中间的红点十秒钟，眼神不要移开哦。请放心盯着看，这不是那种会突然跳出奇怪画面吓你的影片啦。剩下五秒钟哦，画面是不是开始产生了什么变化？记住你看到的改变。接下来分析结果，超准的哦！如果你看到应该是黑白的画面变成淡淡的红色。你是一个对朋友比对陌生人好很多的人，最好的朋友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考虑帮助他。但是如果被朋友取笑你最在意的缺点，你还是会觉得不太开心。如果你看到的还是黑白色，你可能有一种5%的人类可能会有的视觉缺陷，叫做色盲。如果看到的是咖啡色的话，是绿色色盲。如果你看到的是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，那你可能拥有比色盲更严重的视觉疾病，建议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哦。如果你看到的旋转图片不断暂停，或是出现以下几种图形，那根据测验分析，你可能是电脑网络速度太慢，或是系统不稳。接下来的状况稍微比较罕见，如果您发现您可以控制图片的旋转速度，您可能拥有操作细的面能力。如果您的电脑萤幕在盯着看的时候裂开了，或是手握的滑鼠破碎，您可能是强化系的念能力者。如果你的电脑萤幕在盯着看的时候飞走了，你可能是放出系的念能力者。如果你的电脑萤幕忽然燃起黑色的火焰而且灭不掉，你可能是宇智波一族的后裔哦。如果你的电脑萤幕忽然爬出一个长发女人，你可能快死了，除非你把这个影片转递给朋友看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很准呢？没有吗？没有的话我们再试一次看看吧。是的，我说这不是会突然跳出奇怪画面吓你的影片，是骗你的。各位年轻的朋友，这个社会充斥着谎言，以及很爱骗人的恶劣动画师，记得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哦。就算是你信任的网络创作家也是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